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款发型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发型，一点浪漫，一点蓬松的感觉，有点小女人的气息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首先我们先准备卷发辅助品。今天我没有用电棒卷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，因为它比较伤发质，所以我会用这个现在比较普遍的这个叫海绵卷棒作为代替。刚卷下来的卷度会比较卷啊，不用太担心。接着上蓬蓬造型喷雾，在你觉得头发扁塌的地方喷上一点，约15到20公分的距离。很抱歉，我自己有点太近了，但是要距离要远一点比较好，因为我头顶比较扁塌，所以我会比较补强。那最后还是要把它抓蓬抓松，抓出一点造型出来。后脑勺的部分，因为我属于比较扁一点的，所以我在这部分也特别加强了一点。还是要把它抓蓬，形状就有点出来了。接着是卷度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上一点造型喷雾。由下往上的方式把卷度制造出来。最后我会用梳子再把它重新再整理过一次。那今天就是我们的造型哦，这样算完成的。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的主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